唉，我好唔开心啊！有一单嘢其实，讲埋咯，我讲埋一点咯，啊，讲埋最后啊，最后啊，好耐冇讲过，我有福龙啊，我发觉我真系好耐冇接触过香港漫画啦，死啦、哦，死啦！我一日我行香港漫画就系，我一日行过报纸档，我见到龙虎门咩二千期啊，哦系系，好似漫画周刊咁大本嘅。大半啲，系啊，报纸嗰个岛嚟嘅。跟住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跟住仲有一本个名，我唔记得个名啦，我唔记得个名。总之系嗰啲古，又系古装嘅，唔知咩，唔知咩咩，唔知恨你的乜乜情咁样嘅，嗰啲咁样嘅咩嚟？慢慢咩？我就记得我嗰日我行过几多呢个书名，哇！仲出呢啲屌喇嘛，你即係你今时今日古龙翻生都唔寫啦。大佬屌喂唔咁喂咁样㗎嘛，咁叫大撚喎。跟住最惨係咩呀，咁我唔记得咗个书名㗎嘛。咁我就返嚟我就 search 最近係有啲咩漫画出嚟，一个咁老通嘅书名嗰啲咩。我搵唔到啊。咁最多尾都系唔知边个，我系唔知咩书啊！我连画哥系边个都唔记得，好大镬啊！咁样，咁咧就结果我就见到邱福龙嘅 Dark Comics 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出咗呢一张图，出咗呢一张图，咁就我就睇到有啲人留言咧，佢都话《山海逆战》咧就可能就完噶啦，吓、咁样。啊！喂，屌，不知不觉画咗三百几期啦，原来，嗯，又系啦，又系封面，我有睇嘅，即系我睇啲嘢，我唔系睇晒三百几期，又系封面靓啲啦。系咪啊？系啊，啲造型都几有型噶，其实，唔系，我点讲？佢冇设计嘅，你咩冇设计先？你先系。即系啲画面唔会设计啊！即系佢系画好靓啊！即系你讲封面啊？系唔系你画呢啲画或者有阵时一张大嘅系咪好靓咯？但系佢其他嗰个画面嗰个设计系有啲即系唔好睇嘅设计得，同佢本身邱福龙嗰个一直以嚟俾我喺我嗰、那个。喺我印象或者我感觉啦，我有睇佢嗰阵时嗰啲书咧，嗰、那个感觉都系嗰个画面系唔好睇，嗰啲画靓咯。你讲内文系嘛？系啊，内文啊，系、okay, 内文。因为佢本身佢个线条好复杂啊，系。但系你内文你唔可以画得咁复杂噶嘛，所以佢就会简化、简单咗啲，所以你就会觉得佢唔系咁靓。即系唔系咁好睇咯，嗰个画面系咁样。咁啊，我就系睇到佢个出咗呢张图啦。嗯啊咁、啊、我就话嚟紧，你可能就呢本就系佢嘅新书啦。屌，但我心恶魔人，恶魔哈尔巴系啦，都有少少啦吓咁样。另外仲有嘅，另外仲有一张图嘅企稳咯。嗯，吓死你我惊。哇咩料啊会唔会太老土？我唔知佢搞撚嘢啊。咁呢个就草图啫。咁我俾张靓啲嘅喺度 K1 喎。OK。哇 ,Iron Man。V 型电磁盒咁样。V 型电磁盒。我唔知佢想做乜撚嘢。其实你红色金色你真係好昂居啦，你红色金色。系、哎、啊，今时今日唔识。跟住我真谂，系咪真定假噶？系咪都系啲真系好草图啊？但系睇嚟系真噶，真系真喎。喂，隔篱嗰个都老土啊，隔篱嗰个黑色噶嘛，啊地色噶。呢个人系咯。不过我估嗱，如果佢配呢个人咧，可能呢个都系配角嚟嘅啫。呢、這个啊，即系你见呢啲咁流罗嘅样咧。呢、這个咪宫崎骏嗰啲流罗样。系啊，宫崎骏嗰啲流罗样。啊，因为我相信咧，主角应该系佢嚟嘅，虎甲人应该系甲字嚟噶，我相信。你攞再睇下，再攞翻佢个样嚟睇下，攞翻个样嚟睇。
嗱、啊、个字咧就一定系恶魔人嗰个字嚟嘅，阿弟。哦，系恶魔人个字嚟嘅，系啊。我知道佢放好港漫咯，啲样系。但我唔明点解你要攞呢个名，攞仲要咁样，仲点解要咁样？点解唔避啊？呢啲嘢系啊，唔识避啊？点解唔避啊？你之前你嗰啲咩小魔神嗰啲，你都唔识避啊？就系、是。大佬小魔神都系咁上下嘅啫嘛，唉，我都有啊，睇有福龙嘅签名版。哦，呢、這个系嗰、那个呢个佢呢个又系胎死腹中啦，呢、這个系啊，系呢、啊這个系呢、這个胎死腹中。唉，中国嘅机械真系搞唔掂啊！系啱，一阵又要写普通话，写对白呢啲要写普通话咁啊。普通话写普通话都几难啊！话你。你写唔写普通话俾人闹啊？系咯，点解唔避？我唔知道。街花 lonely 话，自从鼻梁去到最高点，已经冇嘢好睇。有嘅郑建和咯，郑建和西游都几好睇嘅。其实西游都真系几好睇嘅。系啊，西游系好睇嘅。我有买佢嘅合订本啊，好耐冇买港漫，但我买合订本，佢真系好。佢第三辑开有得卖未噶？嘅合订本，我唔知道，我一次过买嘅，唔想到系咩？我冇，因为我唔系成日出去嘛。我想买翻佢第三辑嘅合订本咧，系咪？因为第三辑我冇买咧，因为 Jasper Lumi 话用 AI 画好过，系喂嚟紧真系收皮啦，执相嚟紧收皮，都系你都唔使执相啊。咁因为 Photoshop 嘅功能真系好卵劲。真系超强大，系超强大。佢执相啊，佢因为佢融合咗 AI 嘅技术喺入面啊。其实咧，而家咧，你就咁用手提电话执相咧，都已经好犀利咯。我觉得电话，我啲电话我未试过，都好方，因为好方便啦。即系佢冇电脑咁劲啦，咁当然系。但系以方便嘅程度嚟讲，佢真系好方便咯。咁样系啊。唔知啊，我仲好记得，我睇下我试下我搵得翻呢张相先啫。边张相？搵咩相？系啦，我搵翻，我睇下我搵得翻一张相先。诶、欸，有啊，原来，劲喎、啊，系啦，呢张相啊。嗯，当年朱茵嘅呢一张相系我执嘅，攞翻出嚟听。系啊，当年呢一张，唔系我睇唔到啊，而家。对唔住，对唔住，因为你自己喺度冇咁，呢度睇到笑。呢个。哦，啊，当年朱茵嘅呢一张相就系出自小弟自己手啦。喂，咁样，当年执相系一个专业嚟啊。喂，嗰阵时嗱，因为嗰阵时咧已经系好多人诟病就系执相净系执到立立令咯块面，系嗰阵时好 texture 噶，系啊成块面，仲要系最搞笑系你，譬如你咁执只手啦，系呢度有 texture， 呢度冇 texture 咯，执到因为复杂啊，因为复杂我、啊、因为嗰阵时咧都做紧设计噶嘛，即系嗰啲年代。咁啊，要睇人哋嗰啲相咧，咁佢哋都会执嘅，因为咧太复杂咧，有阵时佢哋真系漏执啊。系，因为太其实嗰阵时执咧，哇！你谂翻嗰阵时执真系几麻烦。仲要嗰阵时嗱，好似呢张相咁样啦，嗰阵时嘅美容广告系兴咩咧？兴喺 background 纸度影嘅。系。咁啊，执到你黐线啦，可以。系啊，系啊。系咪？咁你中意点执？你条腰要几幼都得啦，系咪？但系佢今次咧，所以佢呢个咧，佢就特登实景影嘅。嗯，实景影嘅，嗰阵时就冇咁多美蒲瘦瘦，好似到电话咁样拉到连个 background 都歪晒噶嘛，咁样。系啊。哇，今次唔系啦，今次我要喺有实景啊，扑街喺后边一个水池啊，屌老母。嗯。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有试过唔喺嗰啲绿幕啊、白幕啊嗰度影嘅。吓、啊，跟住之后咧，即系做个广告影啦。跟住之后咧，我俾个摄影师咧，唔系我俾系我俾个即系同佢讲嘅时候，喂，去食啫。我俾个摄影师闹到飞起。吓、啊，做死我你生！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唔系你而家即系后生，可能知啊。其实嗰阵时执相系好难麻烦嘅事啊。系啊，要整执得靓系好难。好难咁讲，系好难嘅，超难啊！真系，所以冇乜嘢咧。我嗰时冇乜嘢咧，我都尽量即系唔执噶。屌你有得拣噶？有嘅，有的、啊。我冇啦，我冇得拣噶。有嘅，都有得拣嘅。咁样，阿 Jaffa Lonely 话整大个波，唔系整大个波，佢本身都大嘅，唔使。系呢样真嘅，加深。这个阴影，但系而家好简单嘅就而家系啊，微其实主要系微调啦，主要系微调啫，其实就唔算，即系佢唔系一个唔好变做好咯，佢系好将佢更好。其实你以前咧、以前就呢、这个都有成十年啦，十几年啦，廿年啦，廿年都有啦，廿年啦，系啊。你如果你廿年前嘅技术咧，你要大执又唔靓，执到靓咧，系几乎冇可能嘅。系，除非解像度好低。系啊，除非解像系啊，除非解像度好低。你张图大啲，即系你杂志，你一咁一半版相，你就一眼睇得出噶啦。系啊，系咪真？你基本上冇可能有唔靓执到靓。系啊，冇可能嗰时，而家就得啦，而家系依家得啦，咁样啊，而家唔使你执添 ，AI 执啊，嚟紧日子仲快，系啊，吓你后边你呢、這个你头先嗰张相，你记得后边个水池咩？你要变沙漠就变沙漠，系太空就变太空，系啦、啊，突然间上太空都得咁样，系啊，啊，咁啊，我见有个朋友问，又喺个 Facebook 嗰度分享呢一件事啦 ，Photoshop 嘅呢件事，佢话嗯。我咁多年嚟学嘅执相究竟为咗乜？咁样，嗯，啊，佢出咗个咁样嘅 post， 我好想屌鸠佢啊！当然我都算啦，咁样，啊，我心谂，我哋当年我哋搞咁耐，学咁耐多年执相，咪就系为咗今日咯。其实，你当年执紧嗰阵时，你系咪就系想揿个掣就得啊？唔使逐粒印啊！是不是啊？你就是想有今日的嘛，你当年。是吗？然后今日你咪成真了咯，那件事。然后你就说我究竟想乜？屌你乜矫情做作立卵手。又是这样啦，又是这样啦，没想过个科技会取代到自己咯。原来真的可以取代。嗱是啊，嗱这个真的取代啊，我觉得这个真的。你想着啊科技都是帮我做嘢嘅啫，我应该可以驾驭个科技，但系去到最后尾，原来你都系被个科技取代。系，冇噶啦，冇噶啦，你要做呢啲，除非你真系做到好，我以前都会噶嘛，好有啊，譬如影咗张相，我哋会觉得，喂，哎呀，如果张凳摆过啲就好啦，嗯。啊！依家就真系可以啦，揿个掣，张凳真系会摆过啲，真系摆过啲，系唔会错咯，唔会错咯，系啊，可以做到完美咯，系啊，啊，咁完美都系你 output 前觉得嘅啫，但系唔会错嘅嘢就唔好玩咯，系阿 John Witt， 佢又唔系 John Witt 喎，佢 John Witt 吓。实际上全香港的楼都受影响，只要喐个主力墙都就可以踢契成功。买咗楼又输钱的买家都会用呢招攞返钱。是咪呀、啊、唔知喎、啊。是咪呀咁但如果我买咗唔通我买咗三年我都可以踢返转头咩你攞借嚟搞啦都。其实我相信总有呢啲人嘅，
我想个本身你签咗嗰个楼契，一你签咗嘅嗰个买卖合约啊，个责任一定系喺晒新嘅业主身上咯。我一定啊，边有可能你踢噶？你踢噶？你点踢啊？我问你啦，你供紧啊？你嗱，你层楼一定供紧啦，系嘛？咁然后咁点啊？我而家如果我、啊、原来扑街，原来上一手捉紧个主力场咁啫，你踢俾边个啊？同翻银行讲，追翻上一个，追翻上一个咯。系啊，同翻银行讲，我唔要啊，我你一平200万啦嘛，冇可能噶嘛。都学喂，咁即系佢理论上可以咯，系啊，理论上可以咯，但系做唔做到又系另外一样嘢啦。系，喂，我介绍最后啦，介绍一本漫画俾大家睇啊，啱啱新出嘅，出咗第七期定第八期啊。叫做地一个地关于地球的运动。咦，我好似有余峰个作者系睇过个余峰的作者。哎，我好似有啲印象，有啲印象。哇，竟然决定动画化咯，屌！系啊，系系系，出咗一集啫。唔系，佢唔系出，系出咗第一集，佢有第八集嚟。系，系讲咩咧？好睇，讲古装嘢。佢一个架空时空咯，就讲即系啲人嘅，佢，我觉得佢系想爱嚟讨论宗教嘅。哦，系啦，佢想讨论宗教，即系我又唔好讲晒佢里面啦，即系大家如果有即系大家可以去睇下呢、這个。漫画我觉得都好睇嘅，其实即系系近排最好睇嘅。我其实觉得近排最好睇就系呢套啦，呢本。嗯，关于地球嘅运动，咁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睇下。咁啊，即系我都系睇到，我冇睇到第八期，我唔知睇到第二、第三期嘅啫。咁我觉得佢个故事都好好嘅，啲画都 OK 嘅啊。咁佢讲嘅嘢都。哇！但系都深嘅都，佢吊紧颈喎，原来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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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讲紧大家例事啊，即系好似中有啲咧，即系似中世纪有啲即系咩地心说啊，咩日心说啊嗰啲咁嘅嘢啦，即系围住地球转定围住太阳转啊咁上下嗰啲啦。哦 ，OK， 系啊，咁啊，即系佢喺度讨论紧佢嗰啲。可能是信仰啊嗰啲有咩问题啦、啊嗯、都可以睇下啦，大家都 OK 啊。冇啊，最近消闲娱乐。我最近纯工作。係咩经典娱乐都冇啊。係啊，我最近呢我停咗睇书，因为我玩緊塞尔达传说。屌真係好好玩。屌真係好好玩超好玩。我一路睇呢个全民造星都一路打緊塞尔达传说。咁啊，好啦，系、啊、全民造星咪就系我呢轮每晚嘅唯一娱乐，唯一娱乐，唯一只娱乐，系啊，纯工作，好忙啊，好忙，忙到今日都差啲开唔到咁滞，系啦，啊，咁啊，希望好啊，睇下嚟紧，睇下忙埋呢一期，睇下有啲作品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都有点期待，期望你嘅作品系嘛？系啊系啊，我应该都嚟紧可能会有啲作品可以俾到大家睇到嘅。啊，好啊好啊，系啦吓，咁样咁啊，好啦，好咁啊，今集就到呢度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几有中南海嘅味道啊！成炒炒先。喂，你炒咩啊？老实啦，千万不能装偷听器。哎，争咁啲嘢。争咩啊？咸官，记低佢。系，我即刻就去买。你就是为咗申请居英权入政治部啊嘛？使惊嘅，我香港迎接97啦，只要冇讲嗰啲啊。对党同埋国家不利嘅说话，冇谂过一啲危害党同埋国家嘅嘢，
冇做过一啲与党为敌嘅事情，或者冇睇过一啲啊丑化党同埋国家嘅电影，冇参加过皇后大道东示威游行嘅人呢，大把前途嘅。但若然你有做过而有悔意嘅呢，都可以申请公屋㗎喎。但你做咗冇悔意坚持嘅呢，啊咁就难搞啦。咁我哋先至会唔俾饭佢食，同埋剥夺佢人权嘅啫。到啦吧。